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刘哥魔玩空间。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眼前的这款来自我们国产超速模型的天机星大蛇杜鲁。这款玩具可以说是我目前最怨念的一款玩具，没有之一。因为一些神黄金的玩具，反正出一款我就买一款，价格也 OK。而唯独这款玩具我很喜欢，价格却已经超神了。这一次国产终于圆了我一个梦，心情的激动不可言喻啊。 OK， 我们就直接打开来看一下，这一次的素体方面是不是跟我上一次拿到的那一款差不多呢？内容物还是挺多，哇，这么多，包括这一个大披风。很多人说这个大披风是不是跟之前一样的，其实大家来看一下，好大一坨啊，这么大一坨。但是我觉得大蛇披上披风不是特别好看，我们先放一边吧。有一个披风。内容物方面我们也拿出万代来简单的比较一下吧。比如说这样子的一层，这边你看完全都是一模一样的，不要说什么大蛇为什么跪下来，国产是不是把包装做的比较小，其实万代本身也是跪下来的，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区别。颜色方面万代好像比较深一些，而这一次呢，其实超速模型还是稍微浅了一点，毕竟是镜面效果啊。然后呢，第二层可以看到，几乎也是跟万代一模一样的，两把斧头，还有一些裙甲，包括胸甲，只不过呢，多了两个面雕。超速模型每一次面雕方面都会比较多。而第三层呢，可以看到底下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呢，毕竟没有一些神斗衣的支架，所以说呢，手型包括副甲，还有一个后裙甲，包括盾牌的位置呢，也都是有的。这些呢，就是跟万代进行一个比较啦。我们还是拿出素体来，我期待了已久的玩具终于要对你下手了，大蛇啊！首先第一步，你看铁脚是分开来的，我们先研究一下它的铁脚穿上去是否好安装啊。首先把素体给，这一次好像终于有肉手了，终于有肉手了，之前每一次超速模型都没有。好的，铁脚部分我们终于要开始来了。首先这边好，非常好，哈哈，这样的铁脚真的已经没有问题，你看。好的，哈哈，可以说这款玩具你看又没有膝盖甲，本身超速模型经常出现问题的膝盖甲很松，这款玩具直接没有膝盖甲，而这款玩具的铁脚呢又很好安装，那么本身大蛇的一些神斗衣的分布呢又很简单，可以说这款玩具应该拼装是很顺利的。那么我们这边拿出万代来进行一个比较，两款玩具当然身高是一模一样，只不过颜色方面的这款玩具年代久远，已经泛黄了，还有一些容漆。而这一次呢，超速模型首先素体啊，使劲的晃都不会动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下半身纹丝不动，而这款玩具就晃动的都有声音啊。包括背面呢，其实两款玩具也是一样的，跟万代一样，全部都是螺丝孔洞啊，好像被打了全身都是子弹孔一样。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面雕部分，这一次呢超速模型，哎，我好像想说一下肤色包括眼神，我觉得还是这次超速模型做得更好，万代本身这个眼睛很蠢啊，其实刻画并不是特别的好，这次超速模型可能这款玩具年代久远了，已经泛黄的皮肤啊，但是呢这次超速模型脸还是挺白净的。然后呢我们还是再看一下这款玩具，首先素体的松紧度没有任何问题，然后呢这个肉手的插拔呢，哇塞，诶，直接这块就拔下来了，这个真的是插得太紧了，但是呢这块等一下可能要电吹风吹一下才能把前面的肉手给拔下来了。然后呢手肘弯曲，腰部很紧，下半身前踢后踢都很紧，侧踢很明显，你可以看到有个卡顿的，哇，这块真的好紧。所以说呢这一次的素体如果解决了铁脚的问题，面雕部分呢又不会显丑，反正是跟万代比起来不会显丑的话呢，个人感觉这次的素体目前为止最满意。在神斗衣部分呢，这一次超速模型让我非常的满意，左边超速，右边万代。首先金属含量部分呢，这一次超速模型上臂甲跟大腿甲呢都是金属部件，而万代仅仅是一个塑料部件，非常的坑爹啊。所以说呢这一次超速模型除了头盔、副甲还有后裙甲这一片
包括左右裙角的上半截是塑料件，其他全部都是金属，我非常的期待穿上去之后整体的重量到底是有多么的砸手。而且呢，可以看到这一款玩具，第一当然是全身上下很多的金属部件，就算是塑料部件，超速模型用的是一个镜面效果，所以说呢色差很小。比如说这一块裙甲，上面塑料，下面金属，看起来的话呢色差很小。我们来万代来进行一个比较一下，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呢，万代上面的颜色是比较亮丽的，比较接近超速模型这一次的颜色，但是呢底下的颜色就比较暗沉一些了。其实最明显的地方呢就是大腿甲跟小腿甲，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色差实在是太过于明显了。所以说呢这一次超速模型的颜色其实是挺正的，就是跟万代的塑料件颜色很接近。我们拿直接这样对比一下看一下，哇塞，我不得不说一下，好像这一边的这种蓝紫色有点像是一个深蓝紫的那种颜色呢，我个人是更喜欢了，这边实在是色差很明显啊。然后呢胸甲的位置比较明显，我们来看一下这边镜面效果真的是很亮，你看我的头都是照得很清楚，而这边就是磨砂的效果，整片都是金属部件。然后呢这一边胸口背后还是有一些缝隙，但是呢万代扣的是严丝合缝的。所以说呢总体上来说，这一次超速模型除了胸甲这边缝隙有那么一点点，其他的无论是金属含量还有整体的一个上色色差方面都是要优于万代的。在配件方面呢，就是一对斧头，一个盾牌，三副手型跟两个替换面雕了。斧头方面呢，上面是金属部件，可以看到呢也是比较亮的一个类似于镜面效果，而底下这根棍子呢就是一个塑料部件了，整体刻画还是挺不错的。然后呢盾牌方面的话呢很像是一个笑脸，你看两个眼睛一个嘴巴笑笑的样子，整体的刻画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了。那么手型方面呢，我个人感觉还是做的有一些毛糙，可以看到你看这边很多的像是合模线还是什么的东西，我们直接拿出万代来进行一个比较，可以看到颜色方面的万代比较黄，但是呢手指方面非常的干净利索，这一块呢超速模型还是有待加强。另外呢面雕方面，这一次超速模型呢是一个闭眼还有个神秘的面雕，我个人感觉刻画方面这一次倒是刻画的挺不错的，只是显得比较温柔，没有那个呐喊的面雕稍微有一些遗憾。OK， 那我们快速的来演示一下这款玩具的一个人形着装。由于它没有膝盖架，而且呢铁脚也比较方便的安装，我相信应该可以破我最快的一个拼装超速模型的一个记录吧。然后呢这边扣上去，非常的爽快舒爽。不好意思啊，咳嗽一下，最近其实我有点感冒啊。我在录制视频的时候呢经常都是录到一半，我是一个比较较真的一个人，然后呢录到一半如果咳嗽了一下呢我是会卡掉的，但是我真的是憋不住了，现在喉咙其实讲话讲的喉咙很痒啊，控制不了，有点像是那种咽喉炎。再咳一下，最近也是很累啊兄弟们。你们看视频的话呢三五分钟就过去了，那对于我来说呢其实录制一个视频从准备，你看拿出万代进行对比，我万代要拼一次，然后呢国产要拼一次，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啊。本身这种东西呢又不是我的工作，我也不靠它赚钱，就是做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自己的开心。所以我在分享的时候呢我比较希望我自己是一个比较真的是很开心的那种状态，我不希望是假装出来的，因为这才是我的初衷嘛，就是我的初衷就是跟你们分享快乐。如果我做的视频一点自己都不快乐的话呢，一点都不期待的话，那我还不如不做算了。这款玩具我还是真的是很期待很喜欢啊，而且这一次来看一下这些表现，我是觉得镜面效果也好，还有多加了一些金属部件多加了一些金属部件呢都是我很喜欢的。然后这边胸甲给它扣上去，躲开来这边给它扣上，怎么躲不开呀？然后这边胸口终于给它扣上去了。然后呢背后其实要把头发给它拿掉比较方便点啊，这边背扣的话我一定要先扣这边，我发现我左边比较好扣，左边比较好扣，扣上了。然后右边黄金右手就是这么轻松 easy。 旁边的话呢裙甲扣上，又是没有前裙甲的男人，没有前裙甲，神斗士天机星，你叫做天机星，你的鸡鸡居然是不保护的，太让我们失望。你看，所有卡的都是很紧啊，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呢，最后就是它的肩甲。其实肩甲呢，我当初在介绍腕带的时候，也是觉得这一块呢是这里面最难受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这边你看是这样子的一个扣子。我奉劝大家先把这块扣子呢给它拿下来，然后呢，这样子比较方便拼装，要不然它卡在它的肩膀里面是滑来滑去的，你根本就对不准。这样子你看，你扣进去之后呢，我们再对准一下这边的这个凹槽，我演示一下看能不能成功啊。哎呀，也是不好成功啊。再来一下，二，好的，成功了，哈哈哈哈，事不过三，事不过三。这边我们也给他，我奉劝大家一定要这样做啊，要不然你在里面滑来滑去。我之前在做正版的时候，大家可以点开我之前做的这款玩具的正版来对比一下，其实我也是这么做的，不是说为了超速模型才这么作弊或者干嘛的。好，两边都扣上了，哇塞，那已经差不多完成了。你看站立性非常的稳，我们把铁脚给它掰开一点，铁脚也是好紧啊，铁脚掰开一点好紧。哇，全身几乎 80% 以上的金属部件，它的脚确实有点外八字啊，这个其实跟万代一样的。最后呢，哎，对了，头发，最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扣它头发了，因为头发呢刚才会卡住胸甲，现在我们就可以趁着这个机会给它扣上去。然后呢，把这个头盔直接硬塞下去，硬塞下去的时候呢，调整一定的角度，调整一定的角度，这个舌头啊，舌头难，舌头难，套进去，再来用力，再来，再来，再来，好像还没有下去哦，好像还要来一点，是好，哎，扣进去了，然后呢，嘴巴放下来，哇塞，正正好对着正中间。我们这款大蛇在我一个4分钟的情况之下呢，铁脚真的超级好拼装，好开心的过程就已经完成。那么这款超速模型的大蛇呢，我个人感觉非常的满意。首先它的拼装已经几乎没有问题了，铁脚解决了，膝盖甲也没有，上半身呢也没有碰到什么问题，颜色方面又很亮丽，没有色差，个人感觉应该是目前为止超速模型做的最棒的一款玩具。那么我们这边呢也拿出万代来进行一个比较，两款玩具放在一起的话呢，可以看到万代的这一款颜色方面一对比的话呢，就会感觉这一次的万代第一色差很明显，从这边大腿到小腿，还有这一边的就是裙甲的上半截跟下半截呢，上臂甲跟下臂甲都是有很明显的色差。这一款玩具我自己看了一下，有一点点稍微不能够忍受，还好没有花1000多块钱买这款玩具啊。而这一次呢，超速模型无论是颜色上面，还有一些镜面效果的整体表现都要好的非常的多。那么两款玩具，首先呢，第一个万代，大家应该也都懂啊，这个塑体松的是就是这样子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超速模型的话呢，求求你动一下吧，哥哥，简直像是一根棍子一样，非常的紧，而且呢，站立性方面很紧很紧啊，全身上下都是一模一样的。至于重量方面呢，这一次的这一款超速模型大蛇呢，441克，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重，而万代是406克，重了大概35克的重量，上臂甲跟大腿甲还是不如我的本命星座阿鲁迪巴。那么说到阿鲁迪巴的话呢，我这边也拿出来借这个机会啊，让大家来看一下。跟阿鲁迪巴的对比的话呢，大概是差距如何？哇塞，阿鲁迪巴这款玩具已经将近20公分了，而这款玩具呢还是要高出将近2个头，所以说呢，我大概量了一下，应该是有23-24公分，跟我们的 MP 系列的一个 MP 10差不多的一个高度啊。然后呢，在电就是说在我们的动画片之中呢，有跟他对战过的我们的星矢，这款玩具是涛哥50块钱卖给我的，这个时候还用到了，诶，好像这个高度正正好你的开裆处，诶，到我的脸部啊，其实呢动画片之中好像应该要这么高，就是呢在动画片之中非常的巨大，这款玩具不可能做的那么大，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比例。新生的小强的话呢，新生星矢可能会太大，这样子的比例我觉得站在一起还是比较和谐的。 OK，然后呢，最后稍微来展示一下这款玩具的一个，就是它塑体的松紧度。其实塑体松紧度很好，我们来摆一下，比如说腿劈开，然后呢这边站立性，但是我刚才稍微摆了一下，其实还不太好站，因为这款玩具可能真的是太过于巨大了。那比如说这样站立，没有任何问题，塑体真的是很紧啊。然后手臂的话呢，稍微给它抬一下，因为是这样子的一个啊，可以抬这么高，头可以扭一扭，哇塞。整体的一个效果，包括这边的一些细节刻画等等，这款玩具可以说是目前为止超速模型我个人最满意的一款。
最后呢，就是展示一下我们穿戴披风拿上斧头以及盾牌的一个造型。可以看到呢，这个披风确实是根据我们大使的身高量身定制的，并不会很短，但是我觉得不会很好看啊。特别是翻到背面来，可以看到呢，这边披风也是跟我们阿鲁迪巴一样做的不够宽，显得从后面看呢有一些小气，不过从正面上来看还是挺不错的。然后呢，这边斧头的话我相信应该都会安装，就是把这边头给它拔掉之后呢，手穿过来卡上去。另外一边的斧头呢，我是卡在这边裙甲的侧边，手上拿的一个根本就挡不住它身体的小小的盾牌吧，有点像是一个圆盘啊，整体的造型还是挺不错的。 OK， 那么这一次介绍的这一款超速模型的大蛇，我个人感觉应该是目前为止超速模型最高的一个工艺，也很值得推荐。整体238块钱买到这样子一款比万代还要多金属，而且呢面雕做的不丑，整体的素体铁脚都已经改良的很好的玩具，我个人感觉还是很值得推荐的。 OK，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边，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谢谢，拜拜。